为什么你的被子那么长？我可能是因为人比较长，人比较长就给比较长。看看有多长，超长哎、欸！到底为什么那么长、啊？对，为什么你的被子那么长、啊欸？差半个头、欸，跟你一样差半个头。我跟你差半个头，我跟你差一个头了。半个头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。真想到三个头，一个头了啦，放过啦，一个头了啦。大家好，我是新生东风，是一个四界落落蛇、拍拍走的领养师。摄影玩家，我唔知台语咩讲，知影人甲老话甲我讲。即一开始，我会尽量用台语来说明影片，希望影片的80%以上拢能讲台语。也是讲，即卖有人要正名叫做台文，或者是有人坚持要讲是河洛话，还是闽南语。拢会使啦吼，反正我就是想要用我的母语来贡献心力，就算是点啊也好哦。假使大家也无喜欢，甲改当爱华语，为虾米我会想要安尼做呢？因为前阵仔做功课，看足侪 Canon EOS R6 的影片，足侪香港的 YouTuber， 因的影片一般拢讲外语，真侪连机模都无拍，因嘛无咧休干，你听有听无？嘛唔惊受众受少，我感觉最勇敢。台湾人就无这款自信。我观察台湾的 YouTuber， 除了台语的教学，很少有专业的 channel 咧讲台语的，大部分拢是插话啊，讲一两句就改回华语啊。所以我就试看卖啊。台罗拼音的台文字母，我阁未晓了。即马也是用白话的字母来表达，有一挂难度较悬的吼，也是讲华语。他跟英语一样的。你走去哪里？我刚先走到里面去，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怎么可以走那么快？”没有，我说我先去停车啊。有，那你去停车，可是我刚看到你往那边走啊，那我就……我带那个小的那个录影机来，结果没有带那个 SIM 卡，没有带那个记忆卡，就只好用手机录吧。我们要走里面还是走里面呢？走里面呢？哎，先看一下。我这边其实拍蛮多次的，真的啊，哎、欸，这边很好拍哎、欸。我第一次来这边呢，刚刚我进去稍微逛一下，稍微逛。没关系，现在就是超好看的，这个就超好看。但这里面很多狗。狗？嗯。对对对对，这小黑应该没有杀伤力吧？等一下，我装个底片。这个要讲的葫芦母是富士的 Pro 160S 的135的版本哦。维基百科观定下来是2004年生产，2010年停产。我手头这几支的机型是2012年的7月哦。Pro 160S 加 Pro 160C， 一个是人像，一个是风景。早期台湾只敢进 Pro 160C。香港甲中国大陆就敢若进 Pro 160S， Professional 就是较专业的意思啊，废话啊。135除了 160S 甲 160C， 还佫有800G 甲最近停产的 400H。那为什么想要当 YouTuber？ 因为没事做啊，今年没什么事做、啊。不然往年我应该会在国外吧？你说韩国吗？会在韩国，对啊。那为什么会在韩国？就说来话长。160S 的吸水吼，就是伫个 C28 加 Real68 的中间啊，伊无 C28 遮粗残，嘛无 Real68 遮温顺吼。另外比同期的 Pro Plus 200搁较油，网络环境查袂到伊是毋是有第四层的感光油脂吼，不过我想应该是无啦。你说看关田装怎么样？因为关田装很小，然后他不是要这样扎单眼，然后他都不先拿着关田装直接看，他就是看着我，然后就这样，没有，他是一直扎，他就这样，他很像走鸡。哎、欸，你这样会不会人家知道你在讲谁、啊？应该不知道吧？我应该没有这么。哦，你的怪只是他的眼睛怪而已。对，他是眼睛怪，对 对, 对, 对、哦。啊，行为都还好。嗯，对对对。他是眼睛抽筋啊。好啦，那可能就比较认真，因为他好像要看那个，他好像要判断还是什么构图的吧，他就会这样，这样。哎、欸，中风吧？那个是中颜面神经失调、啊。母
常不看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他是室友拍我才会这样，根本没看、他可能想仔细看你啊。哦、对啊，就是对焦这样比较准。还是有那种150公分的摄影师，他就这样抬头拍，抬头这样拍，有一个160几，这个视角，这个视角，看这个视角很母汤，这个视角很母汤，他的这个视角，没有，有一个好像是，然后转头撞到你，撞到你的腰这样，然后等下他不见，我就这样从地板就抓去那里，我们超缺德啊，讲人家不是。这几支160S 哦，朋友一直囤在冷冻库，所以品质应该是有保障的啊。迄几支底片吼，总我也唔知影保存的条件吼，上好是莫有收大愿望啊。亲像每一个查囡仔细汉的阵，拢会面盲讲家己大汉变公主，会有王子来徛爸爸接伊哦。想要到大汉以后，虽然讲真正是变公主哦，但是来接伊的唔是王子，是王董的。气泡很呛，再喝一口看看。喝一口。没有果汁味，对不对？哇，很像那个药水，葡萄口味的牙膏。啊、一罐10块钱而已。哦，不要要求这么多，你喝喝看，换、你喝喝看。有点像果冻哎、欸，你知道菜市场那种很像牙膏，我觉得菜市场那种果冻味道很像牙膏。是这底片洗出来以后吼，发现160S 伫日头要落山磨蚀的质地吼，真的是袂歹，色温足准的，嘛无一厘孔底片迄种160NS 遮青哦，皮肤是红膏赤赤，其实是无啥输瑞欧拉一把。即摆就来看用。富士 Pro 160S 在高雄的高模社区吼，翕178公分六卡查某囡仔的相片吧。今天影片就到这吼，总共也想要看什么底片翕相的吼，啊，甲留话给我，感觉我用台语讲摄影足趣味的吼，希望你起赞、注文、开小玲珑啊，要工商服务，也是要合作妹妹买当留话吼。马豆的 IG 啊，甲完整的作品相簿啊，放伫个资讯栏，拜拜咯，后一支影片再相会。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喝剩的葡萄汁是不是？哇，喝不完，哈哈哈，惨，有点良心啊，这么难喝要给人家喝。哦，不行啊，回去把它当成道具来弄。还是种花了。